要跟每一位同学叮咛啊，因为每一个同学的特性都不一样，所以老师另外有话要跟他讲啊。希望毕业生们啊，能够记住老师现在跟你讲的话啊。过去老师也没有那么多时间，也没有在这种场合跟你谈过他现在跟你讲的话啊，希望能够记住，然后遵循老师的教诲。